这车要干啥呀？实线变道还不打转向，咋的想怼我呀？我看他这意思想憋我呀，我得告诉他一声，你别开那么快。你管得着吗？我这是提醒你。我开这么多年车用你提醒？我就踩油门，你能咋的？哎呀，你踩吧，都提醒你了，别开那么快。